背光的旅程。我们要离开日本了。对啊，我就是。你跟陈东佑一样喜欢搓，是不是？还早得很。哎，你是几号啊？26B。啊？那你就是靠边的，你不是靠窗啊？钟璇，等一下。钟璇，等我。我必有其事。这句话好像不能再讲。